一张纸的九种花束包法来了，只需一分钟，一看就会。第一种，斜角包底，左右合围过来，起皱完成。第二种，斜角包底，两边分别向外翻折，一掐就好了。第三种，纸的两边分别打卷，花放中间，然后捏住。第四种，纸斜折，花放中间，下面的纸挤皱围到花的腰上。第五种，折大斜角，然后把纸横过来，一边向后折，花放中间，捏住。第六种，包装纸采用 S 型折法，花放中间，下面的纸挤皱围在花的腰上。第七种，大斜角折，把花斜放，拉起纸下面的角，整理捏好。第八种，单边卷筒，花放中间，下面纸的另一边围住花，掐紧捏好。第九种，纸扣折，一捏就完成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关注我，下期更精彩哦。抖音。